到电池。这块电池能续多少电？五分钟。对，它就能睡五分钟。车里边挡信号，外边能好一点，但外边不一会儿手就不行了。对，这也算是练习呗。对，找没人的地方玩一玩。
天，跑五分钟，回来3.56。Her body is moving on. She's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. 好。还是在外边飞好，没有车壳的阻挡。现在是25毫瓦，和现在的图川在室外飞都没问题。然后这个电池飞完之后用手摸是有点点温度的，证明这个电池好像内阻有一点点变大了，放电的时候稍微有点热。